这是什么药啊？是不是你替董事长注射的？代理董事长，这种来路不明的药啊，我卡都唔敢卡。哦，各位继续找药就对啊。我即马就甲你开毒，今个物件款款的，离开病院，若是有啥物委屈，你就靠我买收你的人去。星星一直拢是被伊上受欢迎的护理师，你若是甲伊开毒，一定有足侪病人投诉。 星星，你放心吧，去病院你会代志，才交予我。我伫爸的病房内底，我唔知几啊，只有戴浩的糖尿病啊，我怀疑啊，有人用新药啊偷偷替爸注射做治疗。安尼唔是真好的代志，爸昏袂遮尔久，会当试看卖新的药啊，嘛是一种方法啊。敢讲你无希望爸会当赶紧好起来，赶紧清醒？ 我当然希望拜托赶紧清醒啊！啊，不过我嘛袂当予人凊彩用这种来路不明的药啊，甲爸做试验啊！所以我才会问星星，这药啊是倒位来？星星，这是一个护理师，你若是有啥物问题，会当问伊的主治医师啊。问题就是伊的主治医师带好出差啊，我想要找方世杰找伊，伊对我拢找无。孟小轩啊，伊啥物拢唔知影，哼，敢若全世界的人拢伫提防我。 我真正唔知啊，我遮尔拼命是要创啥？陈恩，你予你家己受大压力，你放假轻松，我看你安尼，我就感觉唔甘。你若真啊感觉唔甘，你着支持我。这是爸的手机啊，爸伫咧医学界，实在足济朋友，你会当来录一个，无你家有人会当甲你斗相共。张嘉玲，那是你。 多谢。我除了伫病院做志工，我嘛加减接一寡工课来做啦。啊，家在我较早是演员，有足侪主持婚礼的经验，都是这部对我来讲唔是啥物困难的代志。刚需要我像外婆的澎湖湾。张嘉玲，阮今日来参加节目，是要替阮病院拍知名度的。来宾够像啊？就是你的亲戚朋友啊。阮这个脱口秀的卖点就是吐槽。 对人爱实实，你的人吐槽才上好过啊！阮这个节目吼，上需要有你这种丰富过去的人才。来，杜太太，请你甲大家讲，伫你眼内的杜承恩，伊是啥物款的人？阮大姐哦，就较爱阮姊夫的，这哦想为难伊啊，我来讲就好啊。最近哦，伫医学界发生一件真大的代志，就是。 阮的爸爸柯耀宗柯堂主长因为心脏病问题倒落去啊，这件代志让阮姊妹啊就艰苦嘛，就烦恼的。尤其是阮大姐，伊逐天等在厝内底啊，拢忧头甲面。有一天啊，我真正看袂落去啊，我就甲讲哦，大姐，啊拢等来厝内底啊，你就先莫去想爸的代志。结果阮大姐哦，目屎甘来甲我讲，伊是咱的爸爸呢，我要哪有可能无想伊？啊，我就甲因讲。 杜承恩是你的翁呢，啊，你是杜承恩的太太，想做杜承恩的想的拢唔是你，是咱瓜家的钱啊，这点你也想不通。杜先生，原来你这么爱钱哦。啊，是讲阮大姐听了，伊当然真生气啊，因为伊认为杜承恩真正足爱伊的，这个世界上哦，无人亲像杜承恩共款。啊，不过我因为安尼哦，走一撮地检署呢。 我咧想讲哦，是毋是因为谣言哦，害我哦对阮姊夫有偏见啊？所以哦，我想讲去证明一下啊，我是毋对的。其实阮大姐伊足幸福的。结果我一去地检署，伊的同事啊，一句话就甲我说好啊。伊讲啊，检察官拢是哦起诉犯人保护无辜的人，啊，毋过杜承恩哦，自从熟悉阮姐姐以后哦。 就变作哦，起诉无辜的人来保护犯人。小轩，那你干么意思？哎呦，大姐，节目效果啊，啊脱口秀本来就安尼啊，just talk。爸，原来你早就已经清醒啊！你是啥物时阵清醒的？你哪无让我知啊？ 小轩，原来你早就知影爸已经清醒，
你煞无甲我讲，我这尼啊伤心你，你哪会安尼对待我？大姐，你先冷静啦，你听我讲。我无要听。莫怪陈恩一直讲，你去用当作是外人。原来我才是真正我家的外人。爸，我看到你倒伫个遮，唔知影啥物时阵才会清醒。我拢袂食袂困，因为我真正足惊，我惊你无法度试过来。结果我煞去互恁骗甲戆戆死，你哪会用安尼对待我？我今仔日啊，会倒伫遮，拢是杜承恩害的。真的有可能？承恩明明讲，你交代伊照顾阮姊妹啊，你讲煞，你的心脏病着缓缓发作。我袂乱讲，我当时交代伊照顾恁两个。那是因为我发现伊向伊表面下毒，我感觉伊这人哦恶极啦，要求伊离开你啦，伊唔肯，反倒倒来，替你来威胁我，我才会气到你心脏病发作啦。不可能，陈恩这么疼惜伊的表妹，伊哪有可能下这种毒手？爸，一定是你怨恨陈恩，你才会安尼讲的，你根本是要疼惜我两个人。大姐，爸的话拢讲到这么明啊，你跟我替杜承恩讲话，你较亲切了好不好？我心脏病发作的时候，杜承恩看我安尼，不但无来跟我斗相共，而且我伫食药的时候，伊把我的药抢走，搁咧威胁我，讲我若一卡伊哦，伊就要加倍哦，报在你身上，你知无？我知影你即马一定有伤心，但是哦，你只要甲忍耐一下。阮妈，我吼清醒的消息，莫让伊知影。你真紧就会看到伊的真面目。伊这人的野心已经超过吼爱你的程度了。伊即摆已经变作一个真恐怖、一个真危险的人，你知无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陈老师这种人，伊无可能目睭紧紧看着爸倒落来，啥物拢无做，无可能。大姐，爸要哪有可能摕自己的性命来讲双笑？迄天若不是我提早回去，谁知影爸今麦会变作什么款？陈恩不是这种人，常常跟伊相处的人是我，是我上了解伊是什么款的人。你是不是人有倒位不爽快啊？啊？先坐来照看。我倒位陪伊回来尔，你是莫夹我啦。莫怪啊！爱处理公司的代志，拢这么忝啊！你搁坚持要看爸，无到即马才换才倒来，你即马一定真忝啊！阮爸已经清醒啊！爸清醒啊！真好啊！爸清醒啊！是不是代表伊已经无代志啊？啊，爸，伊敢有甲你讲啥？你讲你坚持不久。还差一点仔无命，我见死不救啊！你敢相信爸讲的话？相信伊讲我会伤害伊？小平，我这么爱你，我嘛知影你真要紧爸，我是安怎要做出这款代志啊？是啊，你是安怎要做这款代志？我真正想袂到，爸会安尼对待我。就算伊无愿意接受我，伊嘛免安尼啊，阁有啥安尼无奈我？感情就是安尼。你唔相信我？好，咱即马就去病院甲爸对质。我若真正参出爸讲的安尼，咱就马上离婚。我一世人袂阁接近你。我伫我已经了解清楚。爸，这世人是因为无可能接受我的。陈恩，你误会我的意思啊！我的意思是讲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我梦到爸清醒啊，啊，不过伊无赖你讲，你坚持不救。感情真是噩梦，不是爸讲的。
我真正受过忝啊！我一看爸的时阵，我就无说你，你爸的病床边睏去啊，然后我就做迄个恶梦，爸的未清醒，我一路倒来一直咧想这个恶梦，是现实还是死梦，我就是分不清楚。这当然是恶梦，你想看卖？ 我哪有可能做出一款无天良的代志？我也是不管哪真正这样，我敢有需要这样拼命，就拼一个成绩给爸看，得到伊的认同。真心爸确实是无介意我，啊，不过第一道路去进前，我甲恁姊妹交代好啊，这代表讲，伊对我的想法有改变啊，所以我头一步就是想要甲病院好好，我才会想要知影方世杰。 爹治疗爸迄款药啊，是不是真正这样厉害？我才会当决定，我是不是要去争取这代理权啊？啊，不过，想要争取这代理权，一定要动用到资金啊！不要紧啦，到时阵再找你参详。那真正要动用到真济资金，这是爱经过股东的同意。你先争取到代理权，再阁讲啊。 会用替阮爸决定治疗方式的人，只有我。小平，你哪会向我走来？我若是无来，我就唔知影你会安怎对待阮爸。小平，你误会啊！我阿内做拢是为着爸好啊。冯医师啊，你坚持要用新药替爸做治疗，啊，不过到即马一点仔效果拢无啊。咱对这新药啊，super ace。 一点仔拢无了解，就甲爸当作是白老鼠伫饲啊！到时阵时间若是久啊，颠倒来害爸出现什么副作用，我是惊讲到时阵啊，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咱后悔拢白付啊！你讲有道理，啊，不过方医师有甲我报告，爸治疗的进度，我无意见，我嘛同意，可以继续用伊的方式治疗阮爸。 伊跳过我，煞甲你报告。伊甲我甲我这代理当署长囥在眼内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的名片比阮爸的命搁较重要。对。伊头拄讲话的意思甲态度，就是安尼目的。你要超工误会我的意思啊，小平，你若是坚持要用新药替爸做治疗。 但是出什么代志是要安怎，谁来负责？啊，是冯医师，还是咱病医，还是？我负责。我若是选择错误，做唔对决定，害着阮爸，那你是我不好，我会勇敢去承担。 爸是你的爸爸，我不会讲。小平，你今晚相信爸爸哦？哪里你来摆离开杜成恩啊？ 你个背啊！你咧跋伊，爸，你莫别挂，我也要决定，我到底应该要上心想，不管我选定啥，我拢注定一定要失去你，也是承恩其中一个。讲真话，囝，爸爸是烦恼讲哦，你若继续甲伊斗阵，你会受到更多的伤害，你知无？ 我心已经受伤啊！我拜托你，你给我一点仔时间好不好？我需要时间，我才有法度确定到底谁讲的才是实话。我希望你会当体谅我，因为不管最后到底是你还是陈安骗我，对我来讲，拢是上大的伤害。我无法度讲断就断。